我们看这一题，他小林哈、哦、以这个两牛顿的力哈、哦、推一个物体，让它以十公尺每秒的速率哈、哦、等速向前滑行，则小林对物体每秒钟做功多少？就功率啊，我、哦、就 P 哈、哦、是等于呢 delta W 除以 delta T 啊。那 delta W 哈、哦、是在 delta 时间里面哈、哦、做的功啊。哦，那 delta 等不等到？等于是那个 F， 啊乘以 S，S 的话呢是在 delta T 里面的位移，我们叫 delta S， 啊再除以 delta T。哦，在 delta T 时间里面它的位移这样一除，就是它的呢平均速度。哦，啊因为它等速度嘛，所以这个就是速度了，所以实际上是 FV，F 是2乘以10，所以是20。20焦耳每秒，所以呢是每秒20焦耳，所以答案是选 B， 答案选 B， 20焦耳每秒。